先在水里面加点盐，翻炒脆，土豆片下去泡起，这样子可以让它充分的就是有盐味哈，炸出来以后，而且形状也好看。土豆片下锅，一定要一点一点下哈。炸的时候轻轻把刨一下，有些土豆有可能有粘连，这样子就炸不透炸不脆。关火，把油沥出来，海椒面下锅，花椒，再来点孜然，火匀匀，哇好香，撒点葱花，搓一下，哎，好香，巴适的板。